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702集的播出。这个今天呢，收到了美国彩虹雷藏寺的公告，世尊的法会恐怕要延后了。那等一下会，人数进来多一点，会跟大家报告哦。好，前面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祈请阿弥陀佛放光普照。南无阿弥陀心咒，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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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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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嗡阿弥陀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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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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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人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702集的播出，很高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想念师尊，一起来读师尊文集，愿我们想念师尊的心飘到西雅图，飘到师尊的心中。当我们一起读师尊文集，师尊就跟我们在一起，你相信吗？师尊一定给你们加持，满满的加持。来看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了，王国会的功课，哇，雨欣亮亮，哇，今天爬起来比较肚子感觉比较累哦。哎，新闻不要看太多，最近有一些新闻看得你很累的。七辉六 ，Alice Tan 啊 ，Ashley Neil 啊，陈振峰 ，Lisa Jan 啊，好 ，Lotus May 啊 ，Carlin Diamond 陈丽珍很热闹啊、哦，还有这个玲玲哎 ，Alice Tan Jan 丽珍啊，阿 Ben Lin 啊，庄妙柔啊 ，Alan 哎 ，Alan Wong 谢谢你的分享，陈乔峰啊。龙昌一师兄，哎，还有 Yomelai 啊 ，Edison Seligo 甘波利想念师尊，陈林森 Golili Edison 啊，还有林玉珍啊 ，Diamond 佩文 Lisa John 阿 Benin Beck Yong Ong 啊，叶佑俊，还有丹地带啊，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很想念师尊哦，季珍 Lisa John 啊，叶佑俊周边一旦啊，还有。Grace Fong， 哇，余顺奇师姐，哎，你好，陈林珍、邱焕成、丹蒂娜，哎，很多人跟你要那个防疫粉，对不对？哎，啊、哦，不过哈、哦，你们，哎，我发现啊、哦，那先把音乐关掉。我发现网络上哦，有些像妈咪总又在提供，然后呢，那个，哎，那个。还有一些道场、哦、也在提供防疫粉，大家呢跟人家要了，那你 要懂得谢谢，如果道场的话有单位你也要主动给人家回邮信封、哦、或者说有一些那个赞助人家道场，就是表示一种礼貌礼节，不要说哇人家跟他那个好像人家给你是应该的哦，那个大家懂得礼貌哦，如果你有跟人家到场要到防疫粉，有跟同门要到防疫粉，要懂得礼貌，要谢谢人家啊，那个要赞助到场啊。好，来吴宏成，哎，还有这个吴秀吉，哎 ，Eddie 对不对啊？
还有这兄妹啊，梅莲师姐啊，丹蒂带啊，哎，丹蒂娜啊，昨天6位药包已经寄出了，我今天的我也寄出了，呵呵，哎，我今天呢，我本来想哦，对，还有那个哎，美国的芝加哥张平师姐，我本来想已经包好了要寄给你们，结果要寄的时候，我们台湾负责包的那个哎，那个哎，负责的也是出货中心。呵呵他跟我提醒一个事情，因为最近官网他有公告，不可以寄到国外，也不可以寄给师尊。你想说，哎，为什么不可以寄呢？原来这个里面啊，我的这个粉里面有雄黄，嘿，这个呢是在很多国家都是禁止的，如果被查到的话，以后都没办法进到美国，呵呵，寄的人会有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很想寄到美国，寄到德国，哎，寄到欧洲有些地方，哦，本来还想计划寄到哪里啊，一听到这个消息，而且官网已经公告，请不要寄到国外，哦，就是以后你被当地的海关查扣，而且他那个因为里面有桂心哦，很香，很怕说那个哎，海关会闻到那个味道哦，所以。就没有办法寄到国外。那你说，那我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哦？师尊有传，祁隆白财神的那个，祁隆白财神的那个沐浴水也可以洒进结界。那我相信呢，如果以此类推的话，是不是大悲咒水也可以结界？你供的坛城的八供水，你只要好好的修法，有师尊法流加持哦，你也把它当做。念大悲咒给他结界哦，多少都会有加持的力量。嘿，那你相信师尊的加持，那你多多念咒哦，多多念经咒也会有传承的力量了哦。好，丹丹丢，还有 Richard Jun，新加坡礼拜四将宣布全国停止儿童哦上课的。嘿，美国也是哦，越来越糟了。等下跟大家报告新闻。Go Argyom 啊，就是就是林丹啊，冰战啊，相信跟诗人同在。还有Lotus May 你好，面光令啊，U UN6 对不对？林达旺哦，每天都有新的同门哦，丹妹妹啊，林达旺还有就是林还有妞哪里办啊？王清瑞哈，洪峰洪维峰对不对？国会的功课啊，好引新助教甘风丽薛雅芳。还有这个，徐桥师兄你好，Vogan 还有 Sky Min 对，不能够寄出国，这个官网已经公告了，原因就在这里。红豆汤、李 BNG、等蒂娜啊、Lisa Jane 弱势求取药粉，感恩应该赞助，应该要给人家赞助哦，尤其是寺庙的哦，妈咪种的，不要空求，要注意这个礼貌。好，洪春义 UNG Low Joyce Lin 徐亚芳，好Von NG DBNG Annually MJ 对不对？好，现在在看美国的新闻真的很严重，对，这希望疫情能够过去。那川普呢？前阵子的新闻他讲说可能要到7、8月，我的机票是6月，6月中哈。希望6月就能够出国，真的没办法，也只能延到7、8月了。好，因为是为什么要出国去美国？因为想庆祝师尊的生日了。啊，廖金蚕师姐吴秀吉的功课，哇，人一直上来哦。已经说大陆只是懂了分流，不然数字目前还没有说。嘿，这个当地的新闻，嘿，好，Richard Jin，帮我们再重复。上一集的那个读书会的内容哈，谢谢你，Lisa Jane。现在工业成灾呢，大家要安心的度过哈，做事情无所求，心中供养是要恭敬的。Janice John 啊，感恩师尊的加持，还有读书会让大家有佛法更深层的认识啊。现在连网络直播，这个网络直播都要延后了，那。只剩下我们个人的，这个人的，那真的看到这消息，真的很想念师尊，哎，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聚在一起也是一种因缘，然后一种团结，那大家一起来想念师尊哦，把这个想念师尊的心还是紧紧的系在一起，嘿，那有的人说他就是看了我今天看了新闻也是。
觉得，最近的两个法会，彩虹雷藏寺护摩两个法会，因为呢，这个美国当地政府的公告啊，为了要配合居家检疫的规定，所以就是不能够外出了，人也要限制了，就是连家门都不可以出去了。哦，这个美国地区，那所以呢，这个彩虹雷藏寺的护摩就要延后了。我刚这个白天看到这个消息，眼眶有点泛红，很想念师尊。不过想了一下有的人说啊，师尊严不严重啊？会不会怎么样安啊？我告诉你，师尊是最强的在今年嘛，去年年尾12月啊。然后呢，今年的1月，那个美国的流感哦，听说已经好像一两万人的中标跟死亡的哦，也不知道传染了多少人。师尊都没有吃感冒药，也没有戴口罩，哎，他用了他自己独门的方法，对不对？他是练气瑜伽师，师尊的身体你要记住，比年轻人还要更年轻，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师尊，你是要担心自己。喝一口水哦，因为刚刚大扫除，刚刚拖地哦，有点尘螨，有点尘螨，然后就会有点有痰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是要担心你自己。那这个法会延后了呢，就把看作是师尊也很辛苦，那让师尊呢好好的休息。但是呢，我们要更加的精进，更加的。精进啊，读师尊文集啊，修法，回向师尊，想念师尊，哦，那大家没有事啊，大家心要把紧紧的系在一起哦，啊，甘风利哦，看事物要看全面的哦，有前因后果，白云，感谢师尊还有上师哦，要时时忏悔，关心自照，好，这个就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然后呢，我有师尊的最新照片，你们要看吗？哎呦，师尊的最新照片啊！师尊在樱花下，哇，师尊对不对？哦，在樱花，这个是彩虹山庄的樱花，有没有？让大家想念师尊，师尊的最新照片，哇，师尊在看樱花树，还摆着 pose，师尊身体是最强壮的，那拍。这个照片我很想放在网络上，可是呢，这个要经过拍照的人的同意，那个有个新闻是说，有个同门私下传讯息给我，就是说，就算出门倒垃圾也要戴口罩，因为刚才那个里长的妈妈告诉他，几个每个里啊，每个乡里都有出国的人，所以呢，群聚真的要注意。还有这个，国立清华大学刚刚傍晚的新闻，台湾的清华大学传出来有26个人，老师、学生跟确诊的人有密切的接触，现在大家在关心这个会不会成为疫情的破口？还有个笑话，马来西亚的4天报案，有4天有人报案什么犯罪的3个，然后呢车祸的5个。然后家里的吵架有80233个，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很好笑。这个苦中，我们现在是苦中作乐。好，然后呢，就是3月23号，这个是，所以呢，最近这段疫情的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官网的新闻，当然要看我们真火天空新闻台哦，看官网的新闻，你才知道说最新的指示。最新的公告是什么？好，官网的新闻是在3月23号，他讲到华盛顿州的命令。3月23号下午5点30分，华盛顿州政府宣布要为了更有效地防止疫情的扩散，将宣布及时从3月23号下午5点30分开始宣布的那一刻起，全华盛顿州正式的居家防疫政策就是待在家里，不能够再出来了。所以呢，师尊之前预言的真的是非常的准，他大概在1月、2月就已经预言了，叫大家准备。那真的是大家真的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不能够出来了，所以呢，你在家里面准备的东西是不是准备足够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太早宣布的话，怕引起恐慌，所以呢，只有我们邻近的几个知道。那现在真的是应验的，就是这样。那彩虹联盟是为了全力配合政府的规定，也是哦，3月29号的四壁观音法会，还有4月5号地藏法会呢，就是延后了，嘿，按照就是配合政府的指令哦，所以呢，各道场哦也是哦，你们配合你们当地政府的呼吁，哎，这段疫情很热络、很严峻的期间，你们道场还可以主持法会吗？主持同修吗？我在1月份，我是1月10号就抵达美国西雅图。那时候1月份，师尊就讲这次的疫情非同小可，哦，现在已经是应验了，所以我才能够跟大家报告。师尊早就跟我们讲了，好、哦，1月份，师尊讲说这个疫情非常的严峻，而且呢会比较久。我一听到的话，我4月、5月的行程我马上就取消了。日本呢，那个冬奥对不对？那个东京奥运，听说也是要延期了，对不对？哦，他们是6月还是7月忘记了？我4月、5月，我在1月份我就取消了4月、5月的行程，包括我从这次3月10号从西雅图回到台湾，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第二集哦，我就回到台湾了。然后呢，有人说，哎，上次你去印尼弘法，讲没几天，印尼就开始，越来越爆发，越来越严重了。哦，所以那时候我都不敢答应，因为呢，师尊讲的是非常的准，所以那能不能解决？师尊讲这个神仙，天上的神，瑶池金母，师尊已经请示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讲确切的日期，确切什么时候结束。只能说，上一次救瘟疫度母的时候，师尊开始会慢慢的结束，比较慢，嘿。但是呢，我觉得最近看新闻，欧洲的欧美的这个，因为会关系到他们的风土人情，有的比较热情，有的呢年轻人在家关不住，年轻人呢毕竟是血气方刚啊，关在家里也关不住，所以。那个，我今天看到意大利的市长，对不对？破口大骂，好像差点要骂三字经的哦，也是很生气啊，说你们自己这样子，嘿，你们常常遛狗，遛到那个狗会不会膀胱发炎？还开玩笑这样子讲，哎，就是非常的生气，就是人不听话，然后就是硬要出去，哎，这个时候其实都不要出去了，好，这个是这个，然后官网的另外一个公告哈，这是前几天的，就是关于救瘟疫度母的，那个须知念诵法的须知，很多人问好多问题哦，说哇，曾经受过师尊21度母的灌顶，21度母是不是在那个佛学总说啊，1993年佛学总说的时候，好像有21度母灌顶，对不对？那你21度母都灌了，那救瘟疫度母要不要灌？还是要，因为是单一的法，还是要灌。第三，就像现在你的孙子他们在网络上课，对，好，那没有皈依的，可不可以？祈求遥观，这个救瘟疫度母的，没有皈依的，可不可以遥观？哦，官网已经讲了，不可以，因为呢，还是要有传承的力量，对不对？那，这个重要的，我再跟大家讲哦。佩戴防瘟疫的，6位防瘟疫包，跟佩戴这个防瘟疫的服，哪个比较有效？其实同样都有效。你们万一在欧洲或者在那个你们的地方没有办法拿到防瘟疫包，至少你还有防瘟疫服啊，防瘟疫服也是可以的，两个都功用都一样，然后那个分量要多少，其实都是要等量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问说雄黄在美国、加拿大是禁药、禁止的药，不准卖。如果少了雄黄，是不是有效？
师尊呢，在三月十七号，他就开始啊，光芒讲的，没有雄黄，五味药也可以，蛇床子、远志、甘草、生附子，对不对？还有桂心，这五个就可以了。好，那所以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药材？连这个五味药都不行，可不可以用其他药材替代？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就要求这个治瘟疫符 Alice 丹蒂娜家人在 East Brunswick 是不是真的很怕、哦、尤其是纽约纽约那个封城、哦、该不会是同班飞机好所以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斜后方那个修女咳到好像肺要咳出来了我在想说为什么空姐不把它放到单独的地方让大家在一起我们坐那个飞机至少三个在咳嗽啊哈哈、哎、不过呢、哎、目前我没有发烧没有喉咙痛、哎、都是感谢师恩的加持、哦、还是那个目前都还很好、哎好，林秀英助教，那 Lotus May 啊，UN 六对不对 ？William Fan 哎，丹蒂娜今年不敢去西雅图了哦，啊，郑雅珍Lisa Jane 哦，也是打算在六月去西雅图祝贺师尊生日，希望疫情能够改善啊。李欣对居家隔离尊师呀 ，Kelly Brana 啊 ，May Lotus 的功课谢谢，季珍啊，护法网下降保护师傅 Edwin Lin 啊。那蒂娜家人七个成员感冒，看医生很贵哇！哎，好，甘波利啊，在纽约的同学买足够的粮食啊。好，以心哎，没有办法，家里也要整理干净。哎，我刚刚还大扫除。哎，好，季珍，想念师尊哦。啊，康师姐你好。哎，好，还有徐玉桥。哎，这个谁 ？Lotus May 黄丽慧、张素珠啊，和丹蒂娜。哎，邱焕成。林兴旺。就 Andrew 啊、哦，那个谁影星助教，马来西亚还有两个上山挖金的，啊是什么上山挖金的啊、哦？洪维峰就问一度母已经给师尊包上一层网，谢谢啊、哦。这个我在出门的时候，就是出门的当天，我带了那个魔力之天啊、哦，小的魔力之天配身的，然后呢吃完晚餐。师尊说魔力之天下降了，我想说，哎，我带魔力之天，怎么魔力之天下降了？所以我在飞机上其实不敢掉以轻心，哎，都哎在看师尊的开示，还有念经咒，念很多。好，徐桥，哎，还有张素珠的功课 ，Lisa 娟啊，樱花很美，梅花盛开。昨天用黄梅调唱救瘟疫度母咒 ，Anya Dio， 丹蒂娜，西雅图，马来西亚，要这个要在2个星期啊，以心。晚上吃晚餐也没戴口罩，因为戴了整天闷热，还要再戴。吃完晚餐外食，就该一个人做，不敢跟别人做。对，这一段时间大家忍耐了。Jesslyn 啊，上师，我是由马来西亚，也很够力，躲在家看你的主播。对，现在我们大家就要聚在一起，网络聚在一起，而且只有我一个人。雷藏寺，我们建议师尊以后也要不要有一个网络直播？哎。啊，雷藏寺，丹蒂娜今天塞了1个小时半啊，平常3分钟，哎，好，哎，还有这个爱丽丝丹，师尊身体很强壮，非常棒啊，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怕，对，你们不要担心师尊，你们呢多多请佛住持就好了哦。Yolan 啊 ，Lotus May， 马来西亚的邮差，哎，马来西亚的 postman 没有上班，也没有六味包还没有收到，你们马来西亚的哪里没有上班？我今天才去。寄一个包裹给愚顺企业，你说你马来西亚没有上班，那怎么办呢？你是哪个地方的？是东马的吗？丹蒂娜，美国人，找不到口罩啊。黄传义，Lotus May， Annie Dill， Richard Jun 啊，家珍，的功课，谢谢啊，丹妹妹，蜜种的第一批六味包，很多人都收到了，所以应该还有上班呐、啊，不会说没有上班，邮差啦，Alice 没有规的不可以摇滚哦 ，Lisa Jane Lisa Lin 的功课啊，每年大马蜜种第一批、第二批都有药包，都有人收到啊、哦，所以那个你们邮局应该有上班嘛，你不要吓我。好，丹蒂娜每年哦是用快递邮寄的，丹丹丢哎，
好，陈义军，你收到的是第二批的哦。Diamond，你好，Lotus 妹，苦口婆心一一解释六位，因为每天都有人问问题哦。Main Guang Lin 哦，六位粉丝随缘的哇，好，因为呢，网络的关系，很多人问，很想把大家的问题都报告，可是呢，时间的关系，我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好，Be 义福。毕瘟疫符，2个星期要念咒，观想师尊，在念莲花童子咒，毕瘟疫符怎么念咒？你还是念1080遍的杀生心咒，常常念，常常观想师尊放光就可以了。好，那是有一个什么，度那个什么。啊，防瘟疫粉对不对？六味防瘟疫粉可不可以当烟供法的烟来烧？嘿，中委会呢官网说不，千万不要，因为里面有雄黄。雄黄呢，那个它是就是，差不多就像硫磺一样。我不知道雄黄跟硫磺一不一样，但是呢，它是那个会烧会有毒性啊，所以不建议大家用烟供的方式来烧，这个也是不好的。那可不可以寄到美国？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特别强调，就是这个杜母防瘟疫的六味药包，千万不要寄到美国，千万不要寄到国外。你被查到了，寄的人有问题，寄的人以后可能会被列入记录，以后就没有办法再进来啊，进来到那个国家了。所以这特别要跟大家报告的、说明的，请大家注意。哦，还有什么新闻呢？哇，其他的新闻昨天已经报告了，还有国际的新闻，其实大家都看了哦。今天这个瘟疫的先报告到这里，因为讲不完，我们还是要讲师尊文集，对不对？师尊讲我每日必修的功课哦。好，南山雅舍，南山雅舍笔记，师尊是有做笔记的，他笔记记在心里啊。那有的同门，要做笔记呢，你就抄师尊的金句，抄了每一个字句呢，把它想说就是甘露一样灌顶在全身，放光，对不对？书代表师尊的心，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师尊的加持，有大白伞盖给我们守护。那今天呢，等一下跟大家介绍的师尊的文章，我每天必修的功课。师尊每天必修的功课是什么呢？是《高王经》哦，《真佛经》还是什么功课呢？我发现有的同门都很精进哦，都念了很多功课。那师尊每次念的功课是什么？等下为大家介绍。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上师心咒，请佛注释哦。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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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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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隆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悉地吽。我们虔诚的一心回向师尊，愿师尊佛体安康，
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感恩师尊。师尊，虽然您的护摩延后了，但是我们会看你的重播，其他集的每一集的师尊开示都很好看，我们会继续追寻您的法教。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师尊每天必修的功课。师尊讲到说，他的弟子问卢师尊，每天你必修的功课是什么？师尊讲几个字哦，与本尊合一。哇，这个功课，嘿，字很短，可是意义很深。与本尊合一，入于三摩地中，也就是师尊是随时随地都在三昧里面。哇，师尊说他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晚上11点，地点在南山雅舍，那师尊的本尊会出现在师尊的眼前的上方，然后进到师尊的身体。师尊的身是本尊的身，师尊的嘴巴是本尊的嘴巴，师尊的意念是本尊的意念，秘密合合，无二无别。于是师尊讲他入于三摩地禅定之中，这是师尊入每天修的功课。所以现在问你，你认为你每天有修功课吗？每天有修功课的请举手。但是我要问你，你修的功课有没有定在观想？就是问你，你做了很多功课，一天念了正佛经几遍，高王经几遍，鸠文义几遍，对不对？上日行咒几遍，功课一大堆一大堆。但是我问你个问题，你有没有一边念咒定在念咒的咒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入三摩地啊，直接你知道吗？射箭哦，你是射在箭靶的外面，还是旁边，还是射中红心？师尊修法都射中红心，哦，所以我看这篇文章，我看得很感动，非常感动，那种心的那种触动。因为呢，每次念咒如果没有法流下降，我不会停的。我不管我自己念几遍，不在乎自己念几遍。有时候没有观想，它会法流下降；有时候一念，它那个祖尊的那个影像，我非常容易观想，法流下降很重要哦。但是你说上次那我没办法观想法流下降，对不对？没有感受到法流下降。那么呢，你有没有办法一边念咒一边观想？如果你一边念咒一边观想，你已经是得到加持了。师尊讲，本尊有没有来，祖尊有没有来，怎么看？就是你观想他很清楚，他一定来。这个是口诀哦，这个是要诀。所以师尊讲每天必修的功课，你看看师尊有写说他念多少吗？当然你800万遍你一定要念，你本来的功课你就是要念。可是呢，你要不要射中红心，对不对？你念了多少遍的上师心咒，你的心才会静下来。你念1000遍、2000遍、3000遍、5000遍、10000遍，你念了多少，你的心才会静下来？你念了多少，你才能够观想师尊清楚？想要问的问题是这样哦。所以量是本来你就是要那个量，但是师尊讲我每天必修的功课原来是合一入三昧。所以师尊讲说，我的弟子问我在三摩地中有觉受吗？师尊讲非常微妙，安乐寿命无量，微光无量，以法喜为食哦。这个是师尊的境界，我只能这样子念给大家听。虽然讲没有痛苦，没有破戒，也就是没有一切的邪念，没有贪嗔痴，没有珍贵的宝物应有尽有，宫殿庄严殊胜无比，没有白天，没有晚上，没有欲望，所有的这些糟糕的事情都排除在外面了。所以呢，如果你们看新闻那个看的新闻很耸动，会心会起伏，我就建议你不要去看。你看了新闻觉得说那也是空幻的，你自己能够心调整你才看新闻。师尊呢是心不起伏的，
然后呢，光明妙香遍布，佛法全部通达，没有遗漏。师尊很想写尽三摩地的觉受，事实上是不可能，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无尽意的。总之，法乐光明空性就在其中。好，这个就是师尊在入三摩地的境界。再跟大家强调，好，你念咒本来就是要有那个量，但是呢，你念了那么多量，你是执着念咒的量吗？还是专一在你念咒的深入摄众红心的那个点？嘿，那个呢会更加的重要。好，所以师尊讲说，我的弟子问我，师尊，你跟本尊合一入三摩地有什么功德？那刚刚是讲到境界，但是实用性是怎么样？哇，师尊讲无量功德，怎么讲？师尊与瑶池金母合一，哇，以金母的力量可以为所有的众生治病。所以呢，有个弟子哦，看到师尊每个礼拜六哦，那时候在台湾能量寺嘛。法会完之后，法会已经开示，很辛苦了，拿灌顶，然后就是吃完晚餐起来啊，吃完饭，师尊还一一的为弟子摩顶。有个弟子呢，怎么样啊？在网络直播学习师尊手抬起来给大家摩顶，我告诉你，他抬了10分钟，他说他已经受不了了。那师尊摩顶呢，30分、40分，1个小时，若大法会可能1个半小时。人很多，为什么师尊的摩顶的手会一直始终都没有断呢？因为他摩顶的手根本就是本尊的手，原来本尊跟师尊合一，瑶池金母的手来摩到大家的，所以你那个感应力是很强的。那师尊跟阿弥陀合一，能够接引有缘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师尊跟地藏菩萨合一，也可以超度。好，度化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六道的众生得到安乐。你看这个合一的力量有多大？嘿，所以弟子问：那这个有没有菩提心呢？哎，你想嘛，什么叫心咒？佛号，佛号是佛的像，心咒是佛的心，对不对？所以讲，我就是菩提，菩提就是我，我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我。师尊说，他盼望弟子能够明白师父的话。好，就是这一篇哦，我每日必修的功课。哇，希望大家能够很有感受，对不对？哦，爱丽丝玛，还有哇，哎，那个东马哦，爱丽丝大讲东马那都区邮局暂停，我相信西马应该还有哈、哦。好，那个对，雄黄有毒，有 N 六，还有哎。这明达上来了啊！乙辛千万不要把六味粉拿来当烟供来烧，哦，会有毒性的。洪伟峰、林子英，哎，那个好，请 Q 令 啊，好，哎，拉快一点好了。我感哇，已经有70个人留言了。Lotus 妹，Esther 每天修念咒啊，观想，观本尊，本尊就是跟自己相应了，哎。好，嗯，Slamon Joe 对不对？Lisa Jane 意念存在光明海，季真 Jenny Susan 胡小丽啊，Janice John 啊，Richard Jean 说只要观想清清楚楚，本尊一定法流加持的啊。Kitty Yan 哇，德国任志堂帮我跟任志堂德国还有欧洲的同盟问候一下。那那个祝大家能够平安哦。现在这个欧洲的疫情还是比较严峻，不过德国应该还好吧？哎，你们的总理还是首相梅克尔啊，听说他领导得很好啊。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大家问候我们德国还有欧洲的同盟啊，请那个师姐帮我表达，跟大家致意，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顺利哦。爱丽丝丹呢？师尊每天的笔记是在心中，每天必须修功课哦。好，还有谁？这个 Richard 俊讲说每天都是修法合一的。好，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很想念每个人的名字，可是好像你们的留言很多，挑几个来念哦。好，然后呢，今天跟大家再介绍第二篇，就是荒诞奇谈啊，师尊200次。
43册，243册的文集，也是有师尊的签名。你看，哇，鬼也能治病。当然哦，你们看了这篇，不要去找鬼治病。这个呢是特别的因缘哦，不要去找鬼，不要去养鬼。那这是师尊早期的文章，讲到什么？师尊呢，以前他在几岁的时候，刚出生才2岁，居然高烧40度。小孩子高烧40度，那个脑筋会烧坏啊，吓死了。人体的体温应该是37度多，对不对？哇，你40度，对不对？那个脑都要快烧坏了。那人体发烧是人体的免疫力自然的反应作用，但是烧得太厉害的话，真的会这个会伤到自己的内脏，伤到脑，对不对？所以呢，这次的那个武汉怎么讲新冠肺炎，跟新闻我们不要跟新闻讲啊，就是新冠肺炎就是了。那这次的新冠肺炎啊，为什么那个肺脏会有好像有泡沫，会那个像果冻一样一直分泌东西，也是身体的白血球或者免疫系统产生了要去对抗病毒而分泌这些东西。可是分泌这些东西呢，要对抗病毒，两个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却伤害到肺脏，所以呢，肺脏就会变得像菜瓜布一样，哇，那会听说这个中了这个新冠肺炎的人，他的临终的那个现象，真的就像窒息而死，呼吸都很困难的，所以说人的命就是这样。大家呢在看新闻，一个人往生，然后呢一个国家几万人往生，几千人往生，你自己的心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对不对？所以也不能幸灾乐祸。我们希望说所有的众生哦都能够有佛缘啊。那反正我再讲回来，这个就是师尊在2岁的时候发高烧，家里人很担心。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两个阿飘过来，一个是师尊的阿公，一个是师尊的阿嬷。阿公跟阿嬷呢，两个都是已经往生了，但是特别来看我们小小的鲁师尊。哇，那个阿公就说，哇，小卢师尊睡得很安稳。阿嬷说，哎呦，这乖孙啊，正在发烧怎么办？阿公说，没关系，我有带药包。于是阿公就手口袋啊，就拿，真的是像他生前的动作，就拿了药包。然后呢，阿嬷就接了药包，就倒到那个我们小小的卢师尊的嘴巴里面。这个情况呢被师尊的那个妈妈哦，叔妈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那师尊的阿嬷外婆呢还特别交代哦，说要我这个乖孙子其实呢他的境界很高，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他是带有天命的哦，那你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后来这个阿公阿嬷就走掉了。第二天居然师尊发高烧退烧了，就是师尊的阿公阿嬷救他的，这个是很特别的经历哦。然后呢，师尊是想到两个问题：鬼能够治病吗？鬼为什么知道师尊的来历很高呢？学了佛之后，师尊知道说这些阿飘也是有通力的，有5个神通，就是没有最高的漏尽通，所以鬼也可以透视，只是呢透视的境界、听的境界都是在他的层次里面哦。比如说他也不能够听到佛的境界，不能听到菩萨的境界，对不对？他只能听到鬼界的，好，他的神通还是有限的。那鬼的力量比较大，就是鬼神，力量比较小，就是称为阿飘。那地藏菩萨呢，神讲到地藏菩萨有6位侍者，夜魔侍者、持宝侍者、持宝童子、大力使者、大慈天女、宝藏天女、摄天使者。这6个侍者里面呢，有大力使者啊，大小的大力，力量的力。大力使者呢，就是笑面鬼王。你们有没有看师尊的手？好像是在右手这个关节的地方，
有那个笑面鬼王，那眼睛、两个眼睛、鼻子、嘴巴，哇，真的很像哎，真的栩栩如生的笑面鬼王的手，笑面鬼王就在师尊的手上面哎。这笑面鬼王呢，有大神通力，而且比天神的力量还大，所以呢，以前师尊呢，被那些邪魔要来侵犯的时候，笑面鬼王很感谢他还出面来帮助师尊了。那鬼神呢？鬼呢会，这个也会有产生病，就是鬼神病冲犯的。比如说自己的阳气比较弱，嘿，对不对？那个生病啊，病很久了啊，那个熬夜的人，嘿，你的熬夜，你的阳气会比较弱。喜欢讲是非八卦的，你的阳气也会比较弱。常常烦恼的，嘿，那个乱想的阳气也会弱。那刚好呢，走到一个地方，哎，这个比较肮脏的地方，刚好就冲犯，嘿，但是冲犯的就把鬼送走就好。不过呢，如果有冲犯的哦，其实可以用九凤破秽符，或者用这个米一压煞法，哎，你要修真佛秘法的，你准备一个米盘，米盘上面是你干净的衣服，插三炷香，修个法。观想师尊放光加持米盘加持衣服，修完法之后呢，这个衣服，哎，你就拿去，就是去洗澡之后穿上米盘的衣服，就是米衣压沙法，那个稻米的米，衣服的衣压，冲煞的煞，米衣压沙法可以哦，那就是这个，哎，可以治鬼神病啊。然后呢，九凤破秽符也是可以洒净，其实大悲咒水也可以洒净啊。所以等一下呢，我会贴一篇文章关于大悲咒水的洒净啊。你准备了大悲水，给它念大悲咒，洒进你的家宅，变成白色的金刚杵啊，杵力也是结界。我相信这个法也是可以防瘟疫的。所以万一你们没有瘟疫符的话，大悲咒多念一些法水。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力量的。好，那这虽然讲说鬼也有小神通力啊，也有这个五通具足，有五通神啊，所以鬼有小神通力，嘿，但是呢，还不是究竟，我们应该是学佛菩萨，哎，他们的更加究竟的证悟的境界。好，所以虽然在修行的过程中，哎，也特别超。度了，后来虽然超度了他的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呢外公外婆在师尊小的时候曾经拿药给师尊而治了发烧的那师尊的祖父卢昌在天河圣景处任掌灯使者，那这个为什么祖父师尊的祖父为什么可以到天上去当神因为。活着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好像师尊的家，其实，在祖父那一辈的很有钱，那很多人好像欠债，欠了这个债啊，赊这个米，因为可能遇到饥荒，遇到了不好的年头，然后很多人跟祖父拿米来赊账，后来到了年尾，祖父一把火把赊账的借条全部都烧了，就是这种这个无大公无私的心所以他有这个神的神格，就这样。死去的弟弟呢叫卢昭荣，所以师尊的很小的时候弟弟就已经往生了。他在彩虹雷藏寺担任水子林的守护神，这一切是师尊修行之后才知道的。好，就是关于。哎，这篇文章就是鬼神，鬼也能治病啊，荒诞奇谈。今天跟大家介绍两篇文章了，我看看哪有同门。哎，哇，留言的很多。Lisa 居然是当时师尊的阿公阿嬷给的药好，丹丁娜熬夜一星期多，昨天睡了一整天好，那还有这个Richard Jin 帮我们整理的师尊的开示哦，谢谢。哎，我们的啦啦队，谢谢你们哦。以心说以前早时时候没有那么发达那医生也不是说看诊就看诊，只是有人发烧只能到庙里去求嘿。那好，Edison 师尊说写进三摩地感受是没有事实的可能，因为在三摩地中没有时间空间
很难去表达，对不对？林琳达就恩喽，哎，梅多这是祝福大家啊，甘莫利我及本尊，本尊及我。啊，李义宽，谢谢你哦，已经在做功课，在想观想师尊念咒，其实不难，哎，好，哎，仔细的专听咒音也可以。好，San Joe，哎，好，哎，还有这个，什么，Clement，对不对？好。丽莎娟，意念在光明海，无念过去跟未来。好，那因为很多留言，同等，如果没有念到你的留言呢，同等的欢迎你哦。今天是礼拜几呢？今天是礼拜二，哈，礼拜二。好，那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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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师尊每天修的功课，竟然是跟自己的本尊合一，因为师尊跟本尊的合一，才有种种的神变跟力量，啊，非常的殊胜，而且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非常的超乎你想象的。还有呢，这个是荒诞奇谈，那鬼也能治病，小小的卢师尊生病了，被他的那个已经往生的外公外婆治好了。然后呢，师尊讲到什么叫鬼神，哎，就是有大的力量的鬼，就是当鬼神，小的力量就是阿飘。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要跟佛菩萨学习啊，以及说在座的功课，哎，好，李义宽也上来了，哎，那个你们讲的都飘上去了，没办法念了。不过呢，就是在疫情比较猖獗的期间，希望大家呢继续的团结，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安心的在家，把它当作闭关，不要很悲伤，还是要学习师尊的。那很多事情你把它看淡了，很精进的去修行，你很专心的念咒，看师尊的书。其实师尊都跟你在一起，希望大家要有信心哦，我们一起来度过疫情哦。我们感谢师尊给我们新的书的开示，给师尊救命，爱斯特勒亚比布林布林。好，明天晚上9:30，联生活泼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空中再会，大家拜拜。